在这里，中国街舞第一次走进所有人的视线。从2018年1月2日至今，2125个日夜，超过1500名舞者，总共迎来了12支明星战队。一然装置，我们一然装置今天就是来炸楼梯的。我有100%的信心，谁也不走。明白吗？五杀联盟，五杀杀杀！我的团队全部里面都是武侠，要拿冠军，轻而易举。FPM， 今天呢，我想让大家看到什么叫做放手一搏。一波王炸，我要来玩水了。往这里看，核心武器，向前辈撒娇。圣剑一亮，速速！人生第二次的 battle， 我很过瘾，好喜欢。希望大家都能在这里一起用舞者的身份发光发热。这里有强者的呐喊，终于可以给我机会。让我 battle 了 ，Let's go！ 这里有舞者的信念，我们是舞者，所以我们为舞蹈而战。有没有人不服？这里有拼尽全力的对抗。3, 2, 1，我们热！太强了！你们的毛巾我们要定啦！这里。有血脉喷张的荣耀，这就是街舞总冠军韩宇，这就是街舞二新冠军，这是街舞三，这就是街舞第四季，街舞第五季 Zico。希望真的能够推广到让全中国的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跟喜欢街舞。2024年，街舞将第一次成为巴黎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，而本季将选出真正的王者。明年剑指巴黎，去那里举办第一届街舞世界杯，让我们开启这就是街舞第六季的王者之战。现场落下倒计时，3、2、1，那我们请出第一位登上决斗场的队长。今年我们又回到第一季，队长大邱经典选手反选的赛制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感觉就好像回到老家一样，就很轻松 ，crazy， 会有一些紧张，因为自己也马上要上了。今年来了好多大神，真的吗？这些大神也有选择你们的权利。The up and comers, you know, but it's lovely to see。这个就是我的地盘。
Thank you.